近日，小燕就在横店看到了刘宇宁。当日，刘宇宁身穿蓝色古装布衣现身片场拍戏，他坐在马匹上跟工作人员聊着天，等待拍摄。这扮相多少有点村儿了，哥。接着，工作人员递来镜子，刘宇宁看了看，接过来照着镜子，看刘宇宁这眼神，自己也嫌弃自己啊。随后，刘宇宁一边跟工作人员说着话，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头发，偶像包袱还是在的。稍后正式拍摄开始，刘宇宁快速进入状态，只见他秒变严肃脸，骑着马冲向前。